没有熬夜就播一小会儿，就静一小会儿都不行吗？等人多一点再播播吗？我就只有20分钟。但我今天做这个美甲的时候特别不耐烦，因为我特别难做，我发现我这个人现在。对，还是蝴蝶结。我是一个很喜欢在自己指甲上点缀不灵不灵的那样子的人，好漂亮！谢谢你说我好漂亮，漂亮美丽的漂亮美甲长这样。我这个妆有点太丑了，因为我花了5分钟还是7分钟画的，反正不到10分钟。不要 ，Never mind， 看我漂亮的美甲。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。你的手没有我的手好看，我的手也没有这么好看的，但是这就是我喜欢做美甲的原因。把你的指甲稍微留长一点点，然后它可以拉长你的手的比例的。微博忘记了，微博明天发可不可以啊？或者是说12点以后发行不行？我肯定得关了直播我才能发，因为刚刚帮别人录了个视频。这是水粉丝。我手不白，我手如果经常做美甲的话，它就会变黑的。其实，本周宝贝更爱我了，为什么会更爱我了？为什么会发出这样子的感叹呢？You look so pretty today。哎呀，我想回一句，我怕我就是怕我说好。I look pretty every day。都给杨姐买到合适的生日礼，因为我今天去的那地方太小了，而且我要着急赶回来帮别人录视频，所以我决定明天再去逛。等人再多一点再播吗？待会儿人家没听到。今天有点没那么好看，你们觉不觉得？谢谢，就进来。
入门请换鞋，这个意思是让你换鞋的意思。嘿嘿，我给大家看，我化妆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新买的地毯。哎呀，房间倒是我这么几天来说。你那么几天，你已经很久没来了。蓝记传单你还记得吗？哦，对。那我在睡觉。入门请换鞋，看到了没有？这是妈来铲屎。哎呀，现在好，哎，你在干嘛？你要打斗地主？现在我买了口红。我不是，我问你，那个有芝士条，那个桌上那个贼好吃，我看人家直播带货买的。这是什么？舒畅。我们来一个比较黄比较好，好吃吧？好吃。黄比较好一些吧，好不好？啊！双下巴出来怎么？双下巴出来？布丁，过来，过来。没用啊，坐下。嗯，真乖，来。行不行？妈妈做了没两个，现在是废了。行不行？再来一次。布丁，坐下。嗯，真乖。我有很多条这样子的裤子，教猫咪坐下有技巧的，你说拜托拜托我就教你。我来告诉大家啊，来布丁当模特，那颗不要了，慢慢，这还有新的啊。当模特，我告诉大家啊，就是当猫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你拿着一个吃的，哎，它走了，它走了。狗狗很多不用教的，狗狗很多自己会懂的。妈妈，叫它妈妈怎么？布丁，妈妈这有布丁，别找了，布丁，妈妈这有。布丁突然长了辈分。来，仔仔，仔仔，你看啊，你拿这个东西放到它的上面，你不配合。我来当模特，我来当模特，就是猫咪在站着的时候，你拿着它，然后你在它的头顶拿吃的，在它头顶这里，它为了去够那个吃的，它自己会有坐下的那个过程。
然后他一坐下的时候，你就立马说坐下，然后给他吃。就是你前期你要引诱他坐下，然后他一坐下的时候，你立马坐下，然后给他吃。然后完了之后，就是过了很多次之后，过了好几天，他每天只能训练3到5分钟，因为猫咪就是特别不专心的那种，你时间久了，他就凭什么拧你，他不玩了。然后他如果一开始只要他屁股一着地，你就说坐下，然后就给他这样子。然后完了之后，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，等他的就是真的正儿八经是坐姿的情况下，你再说坐下那个字，然后再给他吃。然后完了之后，在最后你要先说坐下，然后他才坐下，你才给他吃。我真的想教会你们，我不然呢？不然不是真的想教会你们吗？你们不是真心发问吗？我问你们真心在发问。而且之前我看见人家就是你要先他一坐下你就说 yes， 然后再给他吃 yes， 再给他吃，等他学会了之后再把他加入那个坐下口令。但我后来发现我怕他把 yes 以理解成是坐下的意思，我也怕他把 yes 理解成他自己的名字，所以我就直接他一坐下我就说坐下，这样子。沙发都被你抓烂了。对啊，还不叮叮的吗？才多久没见你，怎么这么大了？对啊，他已经胖死了。叮叮，我真的很专业了。发呆了，他不是发呆，他就是他的毛，他才不会发呆。而且我之前不是训练了他，一叫他就来吗？你们都以为他是他爱我，其实不是的。是他最开始真的是出于他爱我，他最开始真的是出于他爱我，就是我叫了很久然后他来，然后就给他吃的。然后之后就是每一次他一来，我叫他一来我就会给他吃的，叫他一来就给他吃。所以他就以为我每一次叫他来就会给他吃的，所以差点被挠死。所以每一次我一叫他就疯了一样的跑上床来，因为他以为在床上有吃的。然后后来床上那一管东西然后被他吃完了，就好几次把他叫上来没给他吃的，现在就有点叫不上来了。是这样子的，你以为他爱你，他可能真的爱你吧，但是他更爱食物。但是他每天想要黏着我，我一回来想要黏着我，想要出门，他就在那儿，就是四脚朝天的样子，就是简单不想让我走吧。他如果不爱我的话，我会很难过的。但是人要现实一点，就是你必须有食物在，他才会，就是。听你的口令是真的，猫咪就是这样子，猫咪跟人还是不一样的。你们爱我，我知道呀，你们当然爱我了，宝宝。宝宝，宝宝宝宝宝宝，
没有说一天只能一个波波，一天只能一组波波。布丁，知道了吧？你们以后也可以这样训练你们的猫猫。我可是把我布丁作为一只异猫的看家本领的训练方式都教给你们。学会了吧？然后拜拜我还没有开始教他，因为我觉得他不他什么不不因为我觉得他坐下还有一点没巩固好，我就要不是猫学不会，真的猫如果学不会都是你的问题。你拜拜你就把你的食物放在你的手里，然后你这样看着他，他就会伸手一够，然后他一开始伸一只手够，你就说拜拜，你就给他一手够够，哎对了，哎呀真乖。然后完了之后久了之后，你就让他伸两只手够，然后你再给他吃，完了之后他就会学会拜拜了，这就是拜拜的方式。对啊，这是新美家。你就是你要找到他很喜欢吃的食物，普通的食物是诱惑不了他。就普通的猫咪，其实你拿那个猫粮就可以有引诱他。但是其他就是平时也不愁吃不愁穿的，每天有自助餐吃的这样的小猫咪，你就要用那种他特别喜欢吃的食物。比如说我们家布丁，我就有段时间一直用那个冻干给他。就是冻干呀，就是每个猫咪不一样。我们家小猫咪就连化毛膏都能变成它的引诱食物的。狗用这个方法，狗我不知道，没养过狗，就是我没有这么养过狗。就是狗子，你就随便教它，什么都能学得会。我觉得好烦啊，什么好烦啊！布丁是有自助餐猫粮吃的。训练麻烦吗？训练其实还好，每天就三五分钟。你就是他特别喜欢吃的东西，你要平时不怎么给他吃的，就比如说我们家猫猫，我平时不咋给他吃冻干的。就买一袋子冻干全部封在那里，然后又训练它了，就握一把出来。而且它很神奇，我们家猫猫吃现在吃百利生鲜的那个冻干，就是那个我才不就是它那个百利生鲜冻干，它里面有猫粮，然后有生鲜块，就是有冻干块，它就只吃冻干，它其实猫粮不吃，但是那个它还吃一点，其他的猫粮它是一点也不吃。他的罐头可贵了，我以前给他吃巅峰的罐头，然后后来觉得百利的罐头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，然后百利的罐头里面汤汁也很多，然后他也不怎么喝水嘛，我就后面买了很多百利的罐头，但巅峰的罐头也没给他吃完。我就是给他整了一个投食器啊，然后每天这几个点，就可能他还在睡，我也在睡的时候，在下面说布丁布丁来吃饭，布丁布丁，他疯了一样跑下去，然后发现只是猫粮，又百无聊赖的跑上来。而且第一次我带他玩的时候，然后那边在叫布丁布丁来吃饭，布丁布丁，他很疑惑，他看看我，看看那边，再看看我，毅然决然朝那边奔过去了。
因为那边有吃的，我这没吃的。你开始玩了。对。你玩完这一局我们走。OK。你玩完一局要多久？看情况，一般20分钟。哎，那真好，还可以再聊20分钟。看看我能不能撑20分钟。求求你能撑20分钟。OK。我们打算去按个摩。因为明天开始就要排练了，我突然想，我就明天开始的排练，我就是要排两套公演。但可能上的也不是很多吧，每一套。因为3号是云姐的生日，然后4号、5号是那个巡演嘛，不是？啊，是5、6啊，4号，嗯，4号我们不是要握手吗？嗯。4号坐车一坐到那里就要开始握手。其实我也不是说4号握手我不开心，我也不是想休息，我只是觉得别人在休息，我们去那么大一波人，只有我们几个人在握手，我不是觉得自己不可以休息不开心。我是看别人在休息，我不开心。我嘴巴一直有点干的。喂，你好。啊，过去，但是要过一小会儿，可能半个小时后吧。对对对，我在打游戏，先这样，拜拜。他半个小时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可是我在打游戏，在打游戏。给我打电话，我差点。可是。6号我们不是还要公演，6号要公演吗？对啊，就没有休息的时候啊。我哪里有一整天休息？原来白天握手，白天休息，晚上公演，在你们眼里是一整天在休息啊。谁说我还不睡觉？我就昨天没睡觉。你知道人演出前是会紧张的吗？特别是这种特殊的东西。我今晚大晚上当然要睡了。昨天为什么不睡觉？因为我被气的上头了。7号公演上吗？7号还有公演，上，来得及肯定上。已经很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工作强度已经很好了。刚刚彭佳敏还在说他最近一年是见我见的次数最多的一年，他说他以前都不怎么能见得到我。说明我最近这一年还是有在休息的。我怎么想去做新美甲？因为我一直在养指甲，养的差不多就可以去做新美甲了。
因为你觉得我还是很忙，我就在忙公演啊，忙这些东西啊。我手指头有多长？就那么长，咋了？我怎么回答你手指有多长？我也没有量过。我还能记住2.0技术新高，每一次开始，每一次都要去新学一下那些拍子。我手是有点小，我是那种小手。小手人为什么要量？不是手真黑，是因为我刚刚去做了美甲，所以它就被光照。什么呀？我的 IC， 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吃冰棒吧，你没手吃冰棒，你现在没手了。我们待会儿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一点。哎呦，你待会儿还想去吃饭吗？你想吃吗？想吃可以去啊。去哪里吃？咱们可以按完之后再看。去吃火锅吧，太久没吃火锅了。行。会不会有点大呀？这大晚上的吃个火锅。海底捞吗？对，会不会有点吃太大了？看看我们按完摩肚子怎么样？这个能掰回来吗？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掰回来。吃太大就是太隆重了，大晚上的，因为吃太浓重了，这种意思。腹肌要没了就没了呗，你们反正爱我又不是爱腹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不要那么诚实，有的时候大家。嘴巴说我是个胖子也行，我要真是个胖子，我看你们谁喜欢。看着我房间名字了吗？不是傻白甜啊，不是那种好骗的女孩子啊，不是那种人家一哄就跑的那种小女生啊。真的，如果我是个胖子的话，你们肯定都跑了。那边说，段奕轩想干嘛？还有没有事业心了？他已经不是我喜欢那个段奕轩了，不是因为他胖，是因为他没有事业心了。他肯定没有事业心，才会让自己胖成这样。然后最后给自己挽尊，不是因为他胖不喜欢他的，我是因为
他觉得没有觉得他没有事业心了，我才不喜欢他了。因为他胖不影响我喜欢他，但是他没有事业心了影响我喜欢他。所以我不是因为他胖才跑的，我是因为他没有事业心导致自己胖了我才跑的。是吧？我可是太懂你们了，我很懂你们，我真的很懂你们的。那你们出个题试试，看我懂不懂你们。你们更喜欢我的腹肌还是我的脸？那你们肯定是更喜欢我的脸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腹肌的时候可以用衣服把肚子挡住，但只要脸还好看，你们就还能苟延残喘。但如果脸没了只有腹肌，我总不能把脸遮住把肚子露出来吧。口音在这，我好有文化啊，说话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说。我当然不笨了，我是大智若愚主的。那中文化里说什么？跑步姿势儿。什么玩意儿？好好看啊，这个指甲，显得我这个人都可爱了起来，显得我的手都黑了起来。没有不顶看，这是我直播间。前两天贡雅侧手翻，那是一个失败的侧手翻，别提了啊。衣服好看，截图吧。好裤子你就随便去某宝上搜斑马纹裤子就好了。输了吗？对，一群傻子。他说辅助走开，结果一看打了4.4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不要辅助，然后他打得很烂。辅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玩的是辅助嘛，然后我在旁边辅助他，他说辅助走开，然后我就走了。你为什么不能自己玩？我得辅助他才能够打人。为什么你自己玩？气死我了。那我们准备出发。嗯，你先问一下。有。你确定？因为我刚刚听他话没讲完，你把他挂了。
他意思就是你要来吗？然后我说半个小时后，他说好。他说好吗？说半个小时，我听是这样子的，真的，我听他这样，你再打电话问一下。我怎么感觉他说好呢？没有，他说半个小时，你觉得我在打游戏，我挂了。你真的是这样子的？是吗？直播为证。那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现在过去能够坐吗？两个人，你就刚刚说了，两个人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们刚刚打电话过去了。您贵姓啊？啊，是。刚才说半个小时过来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刚刚好像记得你说行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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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。嗯，50分钟啊。嗯，好好好好好，拜拜。我说了说啊，半个小时啊，你是我打游戏的时候只记得好像行。我们现在吃东西。你也行是吗？去海底捞吗？50分钟是不是有点不够？那吃啥？那吃啥呢？你想吃啥？还有啥开着呀？我跟你说，看一眼，咋还有啥看？你饿吗？我其实不是很饿，我也还好。50分钟，那不就得1点半？我又太晚了。啊？那你再去吗？我都行，看你。我也是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！我需要有一个替我做决定的人。那改天。改天是啥时候？就我都行，真的就已经最近都没事儿，除了排练。明天不行，后天晚上也行。那还吃吗？你想吃吗？我都行。你怎么这样？我真的是都行。那等你下了直播再吃。下了直播去哪儿？现在就可以下直播，对吧？你不是说你那啥吗？嗯。不是找我吗？对啊。对，那就去吃嘛。去哪儿吃嘛？先找地方。海底捞。海底捞，你确定？那如果不按摩的话，海底捞就行了。你问问小鹏去。小鹏是吗？对，因为他刚在我这化完妆。人家好像没有去吃海底捞了。他还在直播啊。你看他的妆好不好看？你看他的妆好不好看？我画的。我来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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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看。瞎什么呀？不好看。这妆不好看，没有，这妆很好看。他不适合画下眼线，彭佳敏，他是下白下三白，不适合画腮。哎，他刚刚回答你啥？他不知道。彭佳敏，抬头，抬头，我看看。他怎么可能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打字啊？他这个很好看的呀，他在惊为天人好，他在我这儿，受不了你。我吐了。他说去不去？什么？他说他画的妆惊为天人。他自己说好看的。你给他看。彭佳敏，你给他看看，你给他看你的那个睫毛，夹了老半天。你这话这个声音在他的脸上显得很成熟，在你脸上怎么不会？我知道了，
为了我们水水娃娃脸呀。不是，真的好，我是对着他的五官画的，画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哪里化妆画过一个多小时啊？他就在我这儿。看什么看？不许看！水水，哎，你没有审美，你以为你自己平时那个妆化很好看吗？你我平时的妆还可以，惊为天人，我就是 S 最最美的。你下次让我给你化妆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惊为天人的手法。只能在我的脸上发现不一样，我才能够知道。真的，因为我在他脸上就是对着他的五官画的，而且 我跟画画似的，我把我小时候学的那画画的技术都来了。啊，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我要是你在我脸上画的好看，我跟你道歉。现在画。你问他，我真的就是。睫毛结的挺好的。哇。用了我一整盒的火柴，我这个本来是满的，就还剩这么几根了。他不讲明他昨天的妆是真的极丑。昨天什么妆？我都敢说他昨天的妆极丑。昨天谁给他画的？他自己画了个下眼线，觉得自己贼妖媚。我本来我今天就是在考虑要给他画。但一只眼睛画了，一只眼睛没画的时候，还是画的那只好看。嗯。我的肚子真的有点饿。那我们还是去吃吧。他说他四十下播。那我也四十下播。那你们俩都化妆，就我没化。那谁懒谁尴尬。尼玛是一头动物。叫羊驼，学名羊驼。就是大家平时都有口顺的时候。就是口太顺了一下，你这个口顺的也太清晰了吧，这吐字太清晰了一下。他们听不见，他们听不见啊，都是聋的啊。我们悬推听力不太好。那我还行。张叔喝水。我们玄推真的哪儿都好，就是耳朵不太好，这是我们玄推最大的优点，叫耳盲心盲。看我吹的多你们听过一首歌吗？在那那腾腾腾腾。
天边，在路灯短暂的商店，在人来人往的等等等，在凌晨三点的相思天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在甜美，声音在安慰，也不足以抚平的拥抱你的遥远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一个人过一天，想过一年，爱的那一天，终于等回。我多想为了你快乐一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我是85年的，真的。1885年，我有秘诀。好了好了，我要挂了，拜拜，拜大家，宝宝，爱你们哦，知道吗？知道的吧？但是也没有因为知道就没有表达哦。